神驾到，全场尖叫！大家好，我是现在的解说楠楠，也是今天2月3号给大家带来的是冬季冠军联赛这个循环赛，健身风暴和来自贴吧的践踏战队啊，贴吧践踏这样的一场比赛，第一场。看一下双方阵容以及许愿情况，吴国峰践踏战队。这样的话，两个选前的人物啊，一个赵统、魏延，属性曹丕，属性周泰，加上一个属性雷点。对面是张和、苏鲁班，加上一个应该是属性曹杰，配合一个爆发的庞统和一个选四级的这个曹植。看一下吴国峰是没有选择这个四级的英雄啊。魏延和赵腾两个人，对面曹植，此时是和庞统、张和啊一起来的，咱们野区这里啊，直接在对面这个远古野这里放置一个眼外。这里是曹杰，曹杰应该走一个打野，我渴望复仇。然后直接是把灯给排了，这边插灯的应该是赵统的，继续在中路放灯啊。河道神力精元，看一下下一时间曹植要去哪里啊？要干什么？中路庞统对线李典，李典是二技能抓奶啊，可以抠蓝，也是对庞统有很大威胁的。人家曹植手握一个神力救援，中路李典到达手二级，这准备来到上路辅助我们的上路队友啊，不太清楚啊，我们要不要控制一手啊？赵总在这里是有灯的，直接把我们的灯给排了。中路这边李典是被赵统套了一个套的啊，到打手三级，庞统直接给他控制给上，曹植二技能控制上，继续减速啊，庞统没有跟上，其实神力没有了。这开了一手鸟，下路鲁班对线，这个谁三俩字儿的啊，曹丕。那曹丕和这个李典都属于抠蓝啊，而且曹丕是可以禁魔的这种啊，虽然是比较克咱们的曹植和庞统。中路这边庞统继续在用三法消耗着李典，往回撤了一手，此时看曹植是已经到达了一个下路，蓝瓶补给一下能量，这边是准备辅助鲁班抓手曹丕，抓一下自己的亲哥。这边曹丕好像是看到他了啊，我看看，啊，这里没有灯啊，没看到他，就在这里等他。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啊，此时曹植觉得机会到了，一个控制给上，配合一个减速，下路一张 TP 是谁落线啊？这边曹植走，鲁班没能成功带走曹丕，而是自己玩脱了。鲁班要不要怒送一血？直接一个集装药 W 踢回去，666啊！这边曹植再次后面赵统一口加血，赵统要不加血，这曹丕就不能死了。鲁班和曹植都是两个残状态啊，赵统这口加血相当亮的。哎呀！雨雪爆发在中路啊，庞统到底是把李典给霍霍死了，被我落下了，我以为会爆发在下路呢。哎，李典继续在抠这个庞统的蓝啊，
我他死了一次以后应该是要痛定思痛了。上路一堆人在搞一个胃炎，胃炎只是残血，那曹植能不能成功？这边被兵线压了一大堆啊！你们最终是由张合 W 啊行走在自己的 W 上啊，直接扣掉了胃炎。这前期打的一个比分四分钟，我打的一个比分0-2，剑人风暴战队暂时领先。哎呀，这太这边鲁班过来一手啊，曹丕来了一手全球大禁魔，此时张合是在后面疯狂的 A 着曹丕啊，继续搞他，直接鲁班普攻带走。这边是残血赵统，四级赵统果断是没有大的，再次一个普攻来了手双杀，双杀过后的孙鲁班啊，现在是个排名第三，现在排名第一的是庞统，凭借着极其优秀的补兵。看一下，这边是七级曹杰，魏延到后面直接崩大啊，秒掉了啊，曹杰，轻松的秒掉。继续来到中路晃荡晃荡啊，看一下这庞统在寻思什么啊？你在想些什么？山路 TP 落线。这曹丕在疯狂输出孙鲁班啊，一下一下的。李典再次偷掉我们的曹杰，准备过来搞一会儿曹丕。张合这个应该是分身啊，看一下真身在哪里。真身此时在上路，再次利用 W 一法收掉上路李典。这样的话，张合是手握三个人头，死亡了两次，没想到他死的还挺多的呢。彭总在上路，凭借自身的大招开始拆塔。后面魏延一个劈刀收掉我们残血庞统，李典在后面疯狂输出，曹杰也是利用大招拿了一个人头，还剩下一个周泰在寂寞的摇头，直接后面斩掉了曹杰啊。李典在后面继续抓奶，这边鲁班好像要难，张合也是救不了自己队友，鲁班也是被赵统给带走。后面张合继续抠来了手双杀，赵统此时有大，最终是被李典给带走啊。不过现在是前期嘛，我们活的还是比较快的啊。这边曹杰刚死就过来支援，继续在后面输出给像魏延，对面李典直接来了手双杀带走我们两个队友，张合直接大招过来支援，能不能扣掉李典？发现我们的曹杰是死了啊，孤掌难鸣啊，也是没有选择继续去追。一波团战直接打的人头优势啊，人头优势到了践踏战队这里，12-10。哎，张合是裸的点击，下一家是要做烧刀啊。那我有一个阴影，昨天做那个剑刃风暴跟那个零点的，哎呀妈，有个张合啊。他们那场打了70来分钟，完了那张合打了90000的钱，我就怕这场他也打70分钟，他这场要也打70分钟，我就决定跟这个战队好好谈一谈。哎，曹丕来了手全球大禁魔，这边12级魏延，又是 W 甩过去啊，鲁班 W 没有踢过来啊。此时8分半，烧刀做了出来，这个速度相当可以的啊！点金加一个烧刀，身上还有1000多的经济，也是人头拿的比较多。
居来到下路带线，被李典抽插给上，周泰过来摇头配合一个斩啊，直接把张合给带走了。我们队友在拿着玄冥火，曹杰在这里尽力输出，配合一个曹植。周六这是一个套了套套的周泰啊，周泰一走道就自带金疮药效果啊。庞统利用烫啊抢了一波兵线，那张合继续在下路带线。那排名第一的是这个啊，对面吴国芳在打着这个麒麟臂哈，李典排名第一，李典直接变成了一坨屎，在上路直接庞统带走了我方曹丕，切谁切谁谁死，真的。切哪面哪面死，还是切张合吧，小兄弟。继续在我方野区发育境界，其实周泰过来后面李典抽插给上，配合二技能抓奶，说张合前期被单抓的太多了，直接由李典一个挠是带走。张合已经由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酷炫的战绩变成了一个平战绩啊，5-5四个助攻。这边也是二级曹丕，后面曹杰疯狂输出，鲁班过来支援，跳过来啊，跳的这个位置好尴尬的，而且当时还在被这个曹丕禁咒当中，这边曹丕是到底没能死了，好尴尬啊，又一次被禁魔了，好尴尬。踢起直接由曹杰带走，后面魏延眼疾手快劈死了这个残血曹杰，那边给上魏延一手禁锢，后面周泰直接斩掉鲁班，来了手双杀，张合直接放起大招，后面挠着死了残血魏延。这边这个位置有点尴尬啊，这李典还在找他人呢，哎他人呢啊，这里发现了，貌似在这里，哎对对对，就在这里，周泰也蒙圈了，看啊张合此时还在这儿啊，哎一个对面这边没有视野，哎直接李典变成了一坨屎，这边是碰到了张合，哎张合此时出来了，继续烧刀，鲁班提起周泰，后面赵彤给人一口加血讽上，给他变成小猪，直接曹植一个这个减速方向，玄冥火在谁手里？玄冥火在庞统手里啊！刚才玄冥火一放，直接人头就归给庞统了。控制一手，这个赵统，赵统其实有大，不好杀啊。人劈刀一手，后面鲁班是残血，把曹丕后面输出给杀掉。周泰再次在对面野区斩掉一个人头，他这边张合也是摇摇欲坠，还在追啊，应该是个分身吧，真身啊，到底是烧死了魏延，应该是烧死的，利用 W 走，这要是能走就666了，把人头送给野怪吧，准备把人头送给野怪啊。这局打了33分05秒，上路这小妹妹可可怜了，曹杰手握一个神器，哎，麒麟臂啊，我的麒麟臂隐隐发作了。跳过来，先手魏延，后面配合控制，加上一套小连招啊，直接命运天我的伤害带走掉了魏延。张庞统是一个排名第二，击杀四，死亡二，助攻四个。中路鲁班踢起招统，后面继续烫给上啊，这货竟然有大，换血成功，再次踢起，后面曹植控啊，直接控到死，庞统是抢了这个人头。啊，继续来到中路，发生一波有力团战，这边是小曹丕，直接给他变成小猪，哎，张合轻松一个抠，我以肉眼可见的这个，向你们说，这确实是张合那么一抠，我看到他那个胳膊抬了一下，
确实他那个胳膊是抬了一下，完了，哎，就这么神奇，一切就是这么神奇。然后他就拿了这个人头。此时庞统已然成为第一名 ，first number one 啊 ，to be number one。提起周泰，开着玉魔也不好使。玉魔开启那一瞬间，他死了。鲁班这边大招给上啊，再次搞一手离点，控制给上一手，鲁班抢了人头。肉眼可见的地方有这个魏延的填土，挖坑填土嘛。鲁班再次搞一手赵统，这是赵统是机智啊，机智一手禁锢，正是命运天火继续发挥着光和热打这个箭塔。对对面来说，这像个尖宝宝一样。张浩继续在下路啊，相当敬业的在线啊。继续在下路带线啊，感觉中路要打起来的节奏啊，打起来打起来，我最喜欢打起来了。河道急速救援捡了一手，这是准备打一手远古野哈。打这个兔子，这样十七分钟，人头比数一个22-21。再次大招直接来到了对面远古野这里，开启御魔，后面疯狂挠住周泰，周泰已经放弃抵抗，放弃治疗了啊，这开着御魔直接飞血走了。我这边是电脑卡的，没看出来，多么痛的领悟。对面李典再次带走了我们曹植，这样人头比数在18分钟持平，23-23。哎，黄金珠直接点进手一点啊，身上手握一个巨熊也是没有谁了啊！对面此时偷摸的把蛤蟆老大给打了，中路一队人继续集中在这里啊！开着羽魔在下路拿塔，此时是利用大招来到一个中路啊，抠掉曹丕，简直是抠残血的啊！又抢人头啊，各种抠啊！鲁班踢起魏延，张合继续过来溜缝子，大招控制给上，后面变成小猪。这曹杰利用大招疯狂输出，带走他人头，顺便拿了个双杀。继续过来踢起赵统，这个赵统竟然有大啊，这个就不在意料之中了，这意料范围之外了。中路四个人集中在这里，准备推这个二塔。张合开启巨熊过来，准备滚手周泰。鲁班不知道能不能走掉啊，被变成小猪。后面李典是他的人头，李典简直是抢人头的一个能人呐、啊，抢人头的一个小能手啊，人头小能手。这边曹杰1v5，最终是没有围过啊，意料之中都没有围过。你这要是1v5完了，还给他们一顿胖揍，你就神了，你就可以上 top 10了。
你就可以上模范老师的 top 十了。下一家正和准备做冰枪啊，冰枪是属于法球效果嘛，而且大招现在改版，它的分身也继承法球效果，所以现在张合做冰枪，然后给分身也有那个，哎，就是那个减速啊的效果，相当棒的啊，减速和减移动速度啊。现在一堆人是准备来到上路推一波啊，刚才一波强推是推到了，成功的推走了中路，继续在这里，周泰是一个斩，斩掉残血庞统，后面开局一魔搞周泰，我方的曹杰也死了。大叔出死了，这边还要打吗？曹植也是经验宝贝一样的存在，也死了，这边还剩下一个张合和一个鲁班，两个扛肉的，鲁班也是扛不下去了，后面张合被破魔了一手，曹丕直接是输出收掉鲁班，只剩下一个张合了，张合再死就团灭了，好一波团灭，22分钟直接打的魏国方一波团灭，这样人头比数一个31-26。就应该在血池子里痛定思痛啊，我们的队友都已经活得差不多了，一波墙上啊，没有墙上成功，结果就非常失败的团灭了，这也是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吧。下路偶遇魏延直接变成小猪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这边破魔，后面赵统是给了自己一手禁锢啊，往回走往回走，这边鲁班被变成小猪，鲁班感觉不是特别肉的样子，怎么这么好杀呀，直接曹丕在后面点死他啊。我们的队伍再次整合整形啊，排队控制一手曹丕，发现我们的曹杰死了，在23分钟第一波炎魔迟迟出现啊，张合在后面扣掉了曹丕，其实在这里赵统身上有一个神器雪蛤，虽然张合被控制上啊，不是李典被控制上，什么张合被控制，那个曹植是咱伙的嘛，咋控制一天。下一件我们的队友应该是选择去打炎魔，看一下这个炎魔追剑是要给谁，应该是要给曹杰，等着曹杰过来取啊，真是好队友啊，真的。排名比较靠前的是庞统啊，排名第一，做了是御魔跳鞋专属恩惠，刷新加上一个飞鞋啊。中路又是团战跳过来，优先控制一手周泰啊，后面继续定住，先搞周泰，后面李典过来切庞统，直接给了周泰一手禁锢，继续往回走。我们的曹杰和四鲁班都死了，还剩下一个小脆皮的庞统，还要坚持吗？曹植这里一大好多人啊，但是没有应该有的伤害。曹丕后面输出直接来了手三杀，又是一个禁锢补了一下，跳走。赵和要死在这里了啊！看一下庞统能不能四杀，回头一个 W 给上啊！这边曹丕是开启了二技能禁咒模式，李典一个抽插，中路曹杰 TP 落下啊！曹杰在后面输出是带走了周泰啊，不过我们庞统也是死掉。被李典给杀了，复仇成功血三连杀之辱啊！原来还有这个三连杀之辱的故事呢，之前都没听说过。曹杰刚刚那一波团战复活是被打没了，也是说他倒下了，然后但是又起来了，然后又倒下了，这个事情也比较微妙啊，比较搞笑的。下一件曹杰做了自己的大永生啊，看一下曹杰此时装备。背击啊，闪避御魔大背击破甲飞鞋加上一个大永生，是为了让自己肉一点啊，能他站得住脚。毕竟团战总切曹杰，这我们也是没办法啊。这曹杰又是先被切了，做啥也没有用，就先被切的命。我们继续往回走，李典身上有一个红甲。李典选择跳走啊，这个禁锢刚才好像是李典给的，又是一个皮刀，曹丕过来输出庞统啊！曹丕现在输出相当高啊，这庞统到底是死了。26分半，人头比数一个41-32，看样子吴国方是比较占优势，不过，第一波炎魔是魏国拿的，并没有因为这个而扭转局面。对面再次打了麒麟臂，看一下麒麟臂是给上了曹丕，哎，不是，没给曹丕吗？
给了赵统，麒麟臂给上赵统。昭和把自身的这个水鞋啊升级成了二级水鞋，滑摩擦摩擦。偶遇周泰，曹植先手控制，后面赵统又是加血啊，就跟个小狗腿一样，没有侮辱的意思啊，就觉得比较可爱啊，一直在加血。哎，莫名其妙来到下路，这里是准备切手曹丕，庞统也来了，是给他背小桌定制定住啊，定住啊，把这些庞统的命运贴火带走，刷新两个命运贴火给上啊，直接拆下路的兵营。两张 TP 落下不好使啊，毕竟我们命运贴火在这放着呢，让庞统被切了。虽然我们庞统死了，但是虽死犹生，因为我们的命运贴火还在啊，命运贴火催了这个兵营，相当的厉害啊。回头张合能不能带走啊，到底是没能带走，鲁班踢死的，鲁班感觉要死，一个大招控制给上，往回啊，对面支援来了，雷点曹丕跳过来啊，这回竟然出跳，你竟然出跳，你怎么能出跳，你怎么能出跳。曹杰也死在这儿了啊！我觉得这场的话，还是魏国直接把三路都拆了，然后赢的可能性比较大。毕竟庞统简直了，没有谁了，就这一块。毕竟庞统没有谁了。回头再次控制雷点，二法控上啊！曹植这里直接崩大，这机智的一个禁锢，好机智。刷冰甲要小红甲不好使，没有用啊，直接庞统一个烫带走。飞侠到中路，这是水元素啊，极速军人。曹杰买了一个反伤盾，嗯，哎，曹杰是幻想自己是许褚吗？莫名其妙，哎，刚才一波团战直接把对面三路高地都拆了，好厉害啊！曹杰现在是幻想自己是许褚吗？啊，永生卖了吧？他刚才永生卖了，完了出了个反伤盾，啊，行，绝了。这曹杰绝了，我好像头一回看着曹杰出反伤盾，真是头一回啊！再强推一波吴国就输了，虽然人头占优势，但是最终是被那个庞统的猥琐偷塔给偷输的，绝对就这样一个结局，偷塔偷输的。你看现在开始带兵线了啊，这边昭和感觉要死了，吸引他们注意力，看一下下路兵线在这儿呢啊，你看庞统就过来了，是吧，你看多有心计，过来直接放命运贴火，嘎嘎就能拆了，俩命运贴火放起来就拆，因为 TP 准备保一下，李典和周泰都是残血，鲁班直接给踢死，这继续拆，一堆人就在这拆，玩赖吗？这不属于最终反正是战役胜利了，不是玩赖啊。啊，这场比赛也是结束，感谢大家观看啊！这样第一场剑刃风暴和践踏战队的这个比赛啊，以剑刃风暴战队偷塔、偷出来的胜利，也是感谢大家观看啊！喜欢楠的解说，记得点击视频下面的蓝色订阅 ，QQ 群、YY 群记得加一下，我会把最新视频链接发在群里面，么么哒。